LPGA 后冠留在台湾。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好，接下来带您看这个礼拜即将上映的新电影，把希腊神话搬上大荧幕。King Hyperion has declared war on all of humanity。烽火连天的古希腊被杀人如麻的野蛮军团所攻占，默多母亲惨遭杀戮，年轻的勇士在众神协助之下，带领骁勇善战的精兵浴血对抗来犯的霸王跟魔兽。If there is one human who could lead them against Hyperion, it would be Theseus。顺势揭竿而起，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关系人类存亡的世纪之战，只有义无反顾正面对决。Maybe on your side, but your dream has just begun。不顾一切拯救苍生，把著名的希腊英雄故事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不止全力打造壮阔的 3D 史诗大场面，就连男主角也很犀利，身穿盔甲露出结实肌肉线条的战神亨利卡维尔立刻成为网友的发烧话题。 Fight for your children! Fight for immortality!希腊神话中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即将在大荧幕上忠实呈现，现在电影未演先轰动，连带相关议题也在社群网站上发烧，网友讨论话题不断，也为电影做足宣传。三立新闻综合报道。